哇，大哥，这就是我们刚刚出炉的黄金饼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大哥，我发现它烘烤的时间好快哦。对，很快，就五分钟左右，不然烤了会裂掉。哦。太久会裂掉。而且我发现啊，烘烤时间比较短暂，所以说它的色泽啊，真的很漂亮。就是金黄色。对，真的有金黄色的样子，从外面到里面，通通都是金黄色。你们看。哇，而且大哥，我真的觉得它的内馅非常非常多。是啊。好，我一定要来吃吃看这个人。把那个糖分调低一点，可是用比较单纯的颜料下去制作，没有那么复杂。哦，哎，对的。它吃起来就是有一种简单的幸福的那种好吃。那像是这个的话是，那个是传统的长崎蜂蜜。哦，是。但我印象中这个也是比较甜的点心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我也是把那个蜂蜜糖已经拿掉了。改用那个。龙眼花蜜哦，是，所以原料上面有一点调整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而且大哥，我发现呢，它这个摸起来质地啊，非常的柔，是，而且它其实是很湿润的，对对对对。那我要吃吃看，大哥，我发现呢，你真的减糖很多哎，是，但是呢，因为它里头还是有这个蜂蜜的香味，所以说你也不会因此觉得它不好吃，对对，它还是很好吃。重点是大哥，我在拿的时候啊，我发现我手上也不会很油哎。对，对。所以除了你少加了这个蜂蜜糖之外，你油也有调整。对，有调整到比较少一点。